好，同学们，情人节快到了，我们来学习这种画玫瑰花的方法。看到没有？我们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往上绕，最后把它箍成一个圆圈圈。杨老师现在再画的慢一点，先画一个小的三角形，然后这边多出一个尖尖，对上这个尖尖，对上这个尖尖，对上这个尖尖。然后现在我们开始给它画的圆一点儿，有的地方不太圆没关系，有的地方出现了也没关系，最后就绕成这样一个圈圈。来，我给放大一点，咱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在这里画一个三角形，过一个圈圈，顶上这个尖尖，顶上这个尖尖。然后我们开始绕，绕绕绕，这样就成一个圈圈。再来一个，顶上三角形，顶上这个尖尖，顶上这个尖尖，再顶上这个尖尖，越来越齐。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绕成一个圈圈，再来一个三角形，顶上这个尖尖，顶上这个尖尖。有的时候不是特别齐的三角形没关系，牡丹花、玫瑰花本来长得就是很随便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是特别使劲画，有的时候反而画不好。画画是为了让我们高兴，不是为了画得那么像，像不像不重要，对不对？高兴才重要。再画一个三角形，一个尖尖，顶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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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尖尖，转圈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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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一个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个大大的，清清楚楚的，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哦，不能做这么大的，好了吗？开始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。三角形，转转，顶到尖尖，一个圈圈，两个圈圈，三个圈圈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你们再，我们再把它给连起来。玫瑰花。